马上又该过冬了，就得换雪地胎。可能南方的朋友可能都不太那个啥，不太了解。但是我们这儿，你要是一下雪的话，普通的车胎没法上路，所以只能用它，就用雪地胎。哎呀哎呀，看，一换这玩意儿就说明要过冬天喽。我也不差这两天。别看这两天没下雪，直接就换。对，赶紧换，现在人还不多儿的。我这次我还要开车回去，我开车回去，我帮小燕送货啥的，烂糟的。嗯，就整这玩意儿。是啊，把车开回去吧。嗯，开回去。这块一气换完，省着了吗？嗯。你看你早晚都得换，你就这两天到处一冷的时候，你忘去年换车胎那些人呢。再说我马上我就回去，你说这玩意儿整的你到时候你在这儿换还在这儿换呢，你说是不是？对，还是在家里换吧。不利索了，今天天还好，到那边没有人换胎吧，你还快。嗯，哈，整完得了，不差点。嗯，哎，雪地胎能用多少年儿的？不知道，没问过。反正你这三年了吧，近不到三年呢，两年多。你再说你三年你就用那几个月，嗯，你三年你就那下雪那几个月，到夏天还得换回来。对，我觉得雪地胎能用长时间呢。但具体多少我也没算过。你还到那个谁那换去啊？今天回去了，常住。回去呗，两个家一块跑。那咋整啊？把东西划了划了吧。还划了划了。搬运工没办法。搬运工。都啥呀？有没有我的呀？有你什么有？哎呀，一天天的。把小鱼竿啥给我拿点。有小鱼竿啦。然后你看剩下的你就看整吧。鱼，咱们家是肉的。啊，你整保温箱带呀、啊？这个随便，太随便了，你这小孩没有我的，我也不关心。啥呀？这是？你再给我说一句。啊！行、啊、快快！你关心谁？把自己媳妇关心好了。这啥呀？这是？也不是你吃的。对，哎。包都给你装好了。啊。完了，带着包子。虾呀！哦，这盒是那个什么羊的。啊。这个是咋的？啊。我一看怎么打开了呢？这个是咱的呗。对呀、啊。行，那拿走完事儿了，我不用验了啊。嗯。哎，你看这大虾有多好玩的，看。嗯，行。再不吃就吃不着了，大水一过来就没有了，就不能吃了。所以我买了，你是带一盒是带两盒？都带是吧？都带着。嗯。有呢啊，那你就带两盒吧，嗯。你给我正经点啊。啊，行，正经点啊。妈的，天，烫死了，烫死，烫死都不冷。哼。你再给他找那个啥衣服，厚衣服啥的。嗯。然后那个鞋是不是鞋也搁这儿有两双？找找吧。啊，就那柜里，这些都给他封完了呗。你不用，你随便，你不用带不带都行。我那车有的是地方，就我一人。嗯，自己看着。必须得带。不用带也行。就说这老些鞋都搁着呢。哎呦我天哪！这老些鞋呢？嗯这个单鞋还带吗？单鞋不带，全给带厚的。有厚的，然后厚衣服是不是还有几件？厚鞋你也找一双，我姑娘的厚鞋咋没看着呢？我上次给带了一双那个，就是那皮鞋，黑的，啊，里面带毛的，就现在穿的。忘了，我反正我家里我有两双，我给他带过去了。是吧？啊。另外有单鞋，单鞋别带了，是我姑娘的鞋吗？单鞋不带了。那衣服呢？衣服你不是我就看有没有。杨大伟，你喜欢早上几点起来？看心情，有的时候六点钟。嗯。没有是吧？嗯，没有你就把我的带上。你这个还带呀？棉服、啊。棉服带上吧。哎，我就没了。然后就没了呗。衬裤你就带、啊。嗯，衬裤带不带都行，不带了。然后就棉服呗，那件儿。这个你带不带？小衫。行，不带了，弄那个，把那小衫带着吧，
那个带着那红的不带了。爷们，带那么多干啥？衣服干啥呀？把能拿都拿了啊！拿你个屁！不管，去我家姑娘拿，好吃带得了。衣服在这包里了。嗯，你看，这，他老些，这全是他的。带了一个面瓜，就带一个冬瓜呀。俩，哎呀，带那么老些干哈？吃不完。啊、哦，你是带走？我以为给我用的。我给你用的啥呀？我带走的。行了，没了。灯不在这里啊？不在，在，没准在那里。哎呦我的天！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卖这摊儿的啊？嗯。看看，都啊，都漂亮。哎呀，我的小蘑菇真好看。哎呦，这一连着那个大蘑菇晒出这些啊，就晒这点玩意儿啊，这冻蘑。哎，你看我这个冻蘑有多带劲呢！啊，三宝君，有多好。今天包饺子吃，买的肉，包啥馅儿的饺子？不知道卤蛋吃不吃？卤蛋回来了，包茴香馅儿的饺子。正好他大姑也回来了，他大姑把红豆、黄豆都今天都拉回来了，咱家就这些东西了。正好他大姑回来给我挑豆子，抓老公。赶我妈说不能白吃饭，是不是？得让干活儿。杨大伟今天中午想让他爸炒菜咸了，那不能炒太咸了，太咸了咱这个岁数吃不了太咸。哎呀，我像我妈更能吃咸的。哎呀，去年冬天在这的时候，就是我妈总去整大酱去。我说妈，你是不是想我菜蛋？她就想我炒菜蛋。嗯。我说你得时令时令吃这个淡一点的东西好。对的。她说吃的没滋没味儿啊。她说吃的。要不她顿顿都得吃葱，我好蘸酱啊。我家我妈没办法，都吃咸菜喝粥，她都菜她都不炒，老人她都不听。你把捏点面搁那个什么帘子上，我嫌我那样式的整的太多了。没事，包饺子了，你看。哎，刘姐，干脆咱俩开个小店得了。开啥小店啊？开小吃。开小吃。就干那个什么饺子。我看行。行吗？行，哈、嗯，真得琢磨个小房。嗯，行。你有没有这意思？关键是，有啥这意思？那活都想着分出去一半干了，啊、都想偷懒呢，还、哎、行什么行啊？真的，咱就包饺子。挺好的一个活，非得整出来个一半，还累的。谁不想玩啊？咱干包饺子也行，咱也可以下午打麻将，然后啊，那干店就不能打麻将，我告诉你，看着点啊，头对着头定对着定着啥，转过来脸儿啊，饺子不能那啥，这不准脸对脸，哎，俩人感情好，感情好也不能脸对脸，感情好，哎，我记得好像我小的时候也是，我妈包饺子也是。不让脸对脸，我当时咱也没寻思咋的，不让就不让吧。现在寻为啥不让啊？不知道。不知道为啥，反正我摆饺子不是都不让那脸对脸。你就是都是顺子，他不是好摆吗？你这脸对脸，你这再摆一个，他不好摆。明明可以摆两个，你这样只能摆一个。那不亲热了，都弄得乱赢了。对，乱了套了。嗯、谁跟谁都能亲热。对，饺子跟饺子也能亲热。下锅了，小鸭子游泳了，游泳了，在这翻滚的游，炸猛子。哎，你也会炸猛子？会呀、啊，我就不行。我小时候游泳，我可不会炸猛。两锅，特殊待遇。饺子熟了啊，刘姐端饺子，快点吃饺子了，别盛太满，盛太满鸭子一嘴了。看看这个大饺子啊，透亮的，干他一盘子。茴香吗？就是茴香馅儿的。这是糖饺子，不是茼蒿吗？啊，不是茼蒿，茴香儿的，忘了跟你说错了。咋样？你吃咋样？行，你吃着吃了还能咋样？不是咸蛋呢？咸蛋行。哎呦，我这又甜又咸的，吃了个糖饺，又甜又咸。好吃吧？绝了，绝了！肉少点。哎呦，我这个酿啊！
少？哎呀，就是肉少。他都是完，就是这一水的肉，不是？他说他在打折呢。他说那个全是肉的，他才高兴呢。这二尾猪肉少哈？嗯，少啊。啊，娘俩能吃肉。主要咱会挑人问，你知道吗？看他问的别人都问。哎，我就知道咱娘俩能吃肉。那你看，问别人白惹。白费。对，好吃。是不是好吃啊？我觉得茴香可好，明年我也得种。